上嘢嚟啦，上嘢嚟啦！首付50,000月供3,000，轻松我下坦洲最实用嘅户型啊，79平方竟然可以做到大四房，快啲跟我嚟睇睇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投资万欣》裕丰名品新家推嘅呢个移动嘅话咧，我哋之前出咗几条片啦，大家都好有兴趣啊，咁有好多咧客户朋友咧就私信阿欣啦，就话想了解得更加仔细啲，想睇下佢哋实体楼里边咧究竟个真实情况系点样嘅，边啲系赠送啦，然之后咧高层啊或者唔同楼层嘅嗰啲单位啊，咁望出嚟嘅景观啊采光系点嘅，今期阿欣嘅话通通满足晒大家吓，咁阿欣嘅话咧而家就带大家咧去睇睇咧我哋嘅呢个移动嘅实地啊。咁大家見到啦，我哋嘅呢個港通巴士咧，佢就已經係咧正式就開通咗噶啦。大家都可以向我哋小區呢度啦，坐巴士咧直接翻到去太子啊、荃灣啦。咁大家亦都可以喺香港啦，自己坐車過嚟啦。當然啦，需要買飛嘅話，仲可以添加佢呢個公眾號啦，或者如果有任何唔明白想了解嘅，隨時 call 阿欣。咁而家跟我上去睇睇啦。就喺呢個26樓呢個高層啦，我哋總高28層，咁呢個都算係比較高嘅呢個，即係僅次於鳳凰樓嘅一層啦。咁就帶大家感受一下高層嘅景觀啦。因為之前嘅都係睇我哋12、13樓呢啲中層單位啦。咁我哋而家感受一下佢哋嘅區別嚇。先由呢個我個人非常中意嘅另一户型開始。另一户型係啦，入門口。呢、這個位置是搭建的啦，係呢度係送嘅房間，跟住呢度係呢度又係搭建的啦，係啦。咁而家你係咪睇得好清楚送嘅呢啲面積啊？係啊，啊兩間房啊嘛，一左一右兩間房。哇，其實呢度嘅景陽光好好、喎，因為我哋其實而家已經日落啦，日落時分噶啦，但係採光都唔差啊。好，嚟睇睇裡面嘅一個構造啊，本身廚房，廚房出邊係咪有個露台啊？係啊。啊，露台位啦，打咗就做厨房嘛，长条型厨房，实际上嗰个露台嘛，咁再嚟睇下呢个厅位，再睇睇我哋嘅景，哦，高楼层个视野好好、喎，高楼层望得仲靓啲喎，系啊，高楼层视野好好啊，望住得高望得远，哦，如果天气好嘅时候咧，即系中午啊或者早上咁天气好好嘅时候咧，仲靓，仲靓啊！因為大家都知道呢段時間雨季咧，咁嗰個採光一般，天氣好嘅時候仲靚仔，但係房間透光嘅喎，每間房都透光，感受得到啦，陰影同埋啲光，呢、這個就可以啦。最中意睇呢啲實體樓噶啦，係我都係，真係神奇，送嘅嗰兩間房面積仲要比本身嘅客房仲要大。我哋另一户型嚇，79.79，呢個低樓層嘅話82萬有交易。中高樓層84至86萬左右有得交易啦。另二户型93平方，嚟睇睇嗱，佢記唔記得一入去就全部好大嘅一個廳啊嘛，跟住就廚房啊嘛。嗱，其實佢送嘅就係送呢個空間咯，夠唔夠大？睇天花就知啦，上面呢一區到你企嘅嗰個區都係送嘅。嚇、啊，呢、這個區全部係送嘅呢、這個區域，跟住咧交樓嘅時候佢會幫你將呢個打咗。打咗，然之後咧連接去到廚房嘅部分，一路打到嚟呢度。嗱，本身呢個係廚房嘛，本身呢個係廚房嘛，跟住出嗰個窗係咪移到去出邊啊？你過嚟呢度睇下，內有乾坤嘅。正式交樓嘅時候，將我哋而家呢埲牆打咗，跟住將而家你呢度嘅打咗，推到佢出去。
系啦，哦，即系又送咗呢一个位置。系啦，送得系咪特别多咧？嗯，送得系好多噶。佢就跟住呢度又打晒，呢度就打晒打晒，全部打，全部打，跟住喺嗰边做厨房。嗯，所以你一入嚟个厅非常巨大。嗱，而家睇到一南北对流嘅。系咯。哇！這個、改动性咁大，又送得咁多。改动性大，送得多，真系实用，性价比好高。呢、這个户型嘅话，百一万，93方百一万。大晒豪装，而且装修又新颖喎。装修新颖，真系布改。系咯。你如果加埋佢赠送嘅面积，你呢度实用性超过81%啦。82%都嚟。系啊，我觉得佢即系交楼嘅嗰个厅位咧，真系82方嘅豪宅、83方嘅豪宅都未必做到佢呢种大厅啊。系咯。真系实用性非常强啦！呢、這个户型如果系中意厅大嘅朋友仔咧，可以考虑。0304一模一样的单位入去看看，这个朝南向的这个三房来的哈。那我们朝南向的单位的话呢，啊 ,0304, 82平方 ,70 几万低楼层70几万，这个中高楼层80万左右啊 ,81、2 如果越高的话就越贵了，但是基本上中层单位80有鸡啊哈，再低一点就是70零了。这里都是赠送赠送，冇错，你见到嘅呢间房就系全送嘅房间，咁计埋送嘅呢间房咧，佢系一个三房。三房。冇错啦，呢个就系我哋平时常规嘅户型嚟噶。即系树厅嗰种啦。系啦，传统嘅户型嚟噶，呢个户型开间咧3.6米，比较传统。因为睇咗前面嗰几个比较有特色嘅户型啦，03同04就变得平平无奇，太守旧系咪？平平无奇。系啊。但是这个户型放在其他楼盘，人家是很实用的户型来的，最常见的户型来的。因为你这个单位面积又小，但是又可以做三房。便宜，而且最便宜是这两个单位。所以这两个都卖得很好。80万你只需要给5万元的首付，如果是两成的来讲的话，它都是16万。16万就有得交易了。0580平方南北对流，赠送了超长的一间房间，这个赠送空间的话都有十几个方啦，博了它你就有一个啦，南北对流并且很阔的厅。对了，因为这个面积又阔的了，这个面积阔，又这个墙又可以打，然后这个厅位又是南北对流，你想要的元素它全部都有啊，然后飘窗啊，打了做吧台哦，享受呢、這个户型就是个享受户型嚟嘅，咁当然啦，咁即系可以咁步改嘅呢个户型咧，佢嘅价格就系最高昂嘅，稍微会偏高少少，但系对于其他楼盘嚟讲，佢唔算高喎，100万，总价你就轻松攞下啦，50000首付就 OK 啦，正常两成首付20万，咁但系我哋月供又平咯，几千蚊嘅呢个月供，我哋目前嘅话咧，基本上啲月供都系集中喺3000零蚊、4000蚊左右，都唔到，系啦，3000-4000蚊嘅月供，反正都唔超过5000蚊系嘛？系，如果再基本上就系3000蚊左右，哦，系啊，3000-4000月供都好抵，首付又低啊，而且装修又好睇，户型又实用。又有留巴翻香港，咁多元素，性价比超高嘅项目啊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仔，快啲联系阿欣啦，阿欣带你嚟睇实体楼。